子算什么？你不是也没有吗？我影子，哎，影子呢？我的影子呢？大约是跟着你的尸体吧。什么？喏，飘在湖水里的那个，不就是你的尸体吗？向人索命，因为只剩下一堆骨头，所以会用人皮伪装自己。呀，天亮了。莫问何人心幸福。